肖战抵达泰国登上泰推热搜第一，泰妃通宵接机人气爆炸，陈情令泰国见面会将于今日举行。随着前两天陈情令配角演员们到泰国机场的人气预热，阿令的双男主肖战与王一博也将于今日抵达泰国。而最新消息显示，肖战已于北京时间早晨5点多抵达了泰国素万机场，泰妃伞通宵等待接机，现场人气依旧爆炸。而早上5点左右，王一博才刚刚从成都双流机场飞往泰国，肖战目前已经达到泰国，看来两人的双人机场是无望了。不过两人安全抵达就够了。肖战抵达泰国的消息也成功登上了泰国推特热搜榜第一，这是实打实的火。不敢想象，如果真的是双人机场，泰国机场可能真的得掀翻。